哦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变态日志阿全。那个，我收到我县民的线报啊，有人今天要在这里交车啊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就是内湖的怪兽重机。哦，我看到今天的目标了，我来带大家看一看究竟是什么车。好、哦，啊，又是什么人？就是需要我这样的特地来拍它，给它让大家看一看。好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199啊，哦，这個、偷买车不讲啊，然后问他又死不承认。哦，你看这个白绿红的线条，哇塞，哇、哦，真的很帅呢，哇、哦，倒叉呢，哦，布兰博呢，哇，哇，你有没有看到1199呢？哇塞，原厂就挂204哎，哇，好棒哦。哦，根本就改好了吧？还说没买车骗我，哼！哦，啊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来偷看一下哦。有没有看到啊？那蒙着脸的哦，蒙着脸都是以为自己武功比较高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那个蒙着脸的坐在那边啊，就是那个人啊，哦，被我抓到了哦，脏到了吧？你看，哇、哦，盒子都放在桌上了，跟我说没有，你少来嘛，众说纷纭，你买1199不讲。富哥借我的好吗？借又借又借，借的还是借的好吗？这不富哥的。富哥是借的吗？借的，是借的吗？签名就可以借。签名签什么？就签名就好了。签什么？签名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签了。我过来跟老哥再签个名不行吗？欸、他跟我说签名哦，粉丝要求要签名可以吗？好不好？粉丝要签名，对啊，我都签多少杯子去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哦，對啊、也对啦，哦，好像有道理耶。对啊，你看那个盒子嘞，没有，这我借看一下，好漂亮。是吗？那不是杜卡迪的交车礼盒吗？没有，就是那边看那多少杜卡迪，想骗我？哪边哪里有多少杜卡迪？那边一台杜卡迪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没有，我只看到门口的1199啊。借的啦，你屁嘞！哦，那不然借我看一下啊。东西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打开来看一下啊。不用不用，对你不用。哎、欸，你看有什么不让我开？哎、欸，这是老板的个人资产好吗？是吗？真的。听说礼盒里面会放行照哦。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好不好？你少来，我有听说过礼盒里面会放行照的。就跟你说借车，你在跟我讲什么行照就没有这个东西嘛，好不好？屁啦，我都没有，我不信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，你干嘛一直走？哎哎哎。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行照哎、欸，哦，这个真的不行啊！哎、欸，你别走啊！你干嘛一直跑啊？哇塞，真的跑走了耶！我天哪，用跑的耶，好快哦，追不到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1199的钥匙没有拔、欸，哇塞！